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生活的需求与品味也会跟着改变。当然，对于理想家园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。特别是在经历了接近两年的疫情，我们更长时间待在家，这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怎么样的居家环境才更重要。为你介绍 The Walden， 让你以更实惠的价格拥有属于自己的洋房。位于吉隆坡双溪毛诺的 Banda Silicofield KLK Land 最新房产计划 The Walden， 让你享受城市的便利以及绿化的环境。 The Walden 是 Banda Silicofield 里的其中一项房产项目，占地20英亩，拥有以度假胜地为主题的独立式洋房，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，让居民能够享受生活便利与大自然相融的环境。The Walden 分为单层和双层的独立式洋房，除了住宅的规划密度低之外，室内的空间宽敞且实用，最大房型为3870平方尺，设有最多5+1间卧室以及5+1间浴室，挑高的天花板设计以及大型的落地窗，不仅让室内整体更加宽敞，并且可以保证足够的采光。不仅如此， The Walden 考量到老人或残疾人士的需要，无论是大门、客房或者是客房浴室门都额外加宽，符合行动不便者的贴心设计。 The Walden 独立式洋房还拥有大约60尺的宽阔正面，带顶棚的门廊可以停放3辆私家车，旁边还有自己的小花园，可以种植自己喜欢的花花草草，让房子看起来更有生气。如果你向往在绿树成荫的环境下运动，你可以到 Banda Silicofield 50英亩的中央公园，这里拥有慢跑径、迷宫花园、足球场和5米高的观景台，四周都是绿色植物，让你在跑步运动的同时还可以呼吸新鲜的氧气。如果你想要更针对性的运动，你可以到 Banda Silicofield 的俱乐部，这里的设施完善，包括游泳池、网球场、篮球场、8个羽球场、健身房、舞蹈和瑜伽室。运动结束之后还可以与家人朋友到咖啡厅休息聊天，享受度假般的生活。这里除了24小时的保安设施能够让你住得安心之外，这里也非常方便通往各大高速公路，如 Lata、Guthrie、NKVE、 Jalan Kuala Selangor 以及 Dutch 大道，轻松连接各大城市。而且附近无论是医院、学校、餐馆、便利店都是一应俱全。想要每天都像是度假一样的生活，这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马上莅临 The Walden 销售廊，或者是浏览相关网站了解更多详情。